机头啊、配件啊、底盘配件都在。油缸喷射泵370瓦，全自动的。我们这款水泵呢是由304不锈钢泵头、不锈钢接轴、不锈钢叶轮组成，全铜线的。这个呢是我们的水流开关和压力开关，并且呢有个压力表可以显示当前水管内压力的，它的一个出水效果哈。这是一个轮子刮法，当你打开龙头用水的时候，水管内的压力一旦下降了，水泵自动就会启动。如果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出水效果，提早的话压力就非常不舒服了。然后再看打开一个龙头的时候，它的出水压力也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多打开几个龙头的时候，出水压力啊也会很大。但370瓦我们建议呢不要打开太多龙头，一般2-3个就足够了。那么当你龙头一关的时候，水泵也会自动关闭，并且呢如果说你的自来水管或者停水啊没有水之后，水泵也会自动的缺水保护停下来，保证你的电机啊水泵不会出现质量上的问题。